韩国女演员吸金能力吊打宋慧乔全智贤排行榜第一的人，你绝对想不到。 TOP7 金泰熙虽然在疫情期间为了体恤租客主动减免租金，但在和润成婚后，夫妻投资房地产高达数千万美元，吸金能力不减，一部有院子的家重回观众视野，资产1600万美刀。 TOP6 宋慧乔与全智贤齐名韩国最高片酬女星，气质深受精品圈喜爱，出任 Chomate 腕表品牌大使，红出韩国，资产2500万美刀。 TOP5 何志苑多年前投资首尔地铁站附近，资产翻了 1.5 倍，片酬单集35万，资产3200万美刀。 TOP4 朴宝英闷声发大财型，每部剧成绩都不错，出道16年积累了惊人财富，资产3200万美刀。 TOP3 秀智国民初恋秀智，投资理财很有头脑，28岁就在三城洞拥有一幢商厦，自己住的高级别墅目前价值58亿韩元，资产3500万美刀。 TOP2 IU 最成功的歌手转演员的女艺人之一，未播出新剧片酬可能会超越宋慧乔全智贤，只比金秀贤的单集5亿韩元，购买了两家房地产和一间工作室，在首尔江南的青潭洞有一座豪宅，价值约为206亿韩元，资产4000万美刀。 TOP1 李英爱老牌经典韩系美女，被称为是收视率保证的元族天后，单集片酬破2亿韩元，在韩国京畿道和阳平都有房地产，资产4000万美刀。